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这个中山北路一段哦，那靠近市民大道这边。那其实我是一到老地方，马上接到一单哦，星光三馆哦的这个 BBQ Chicken， 那现在要送去这个徐州街哦，这样。啊，今天呢，其实我没有开自动接单，我开手动接单哦，因为我今天呢晚上。这个七点半有事哈，七点半有事，所以我今天不可能用自动接单一直狂接，然后跑太晚哦。啊，七点半有事，所以我今天也没办法跑到我这个预设底标哦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今天就佛系跑了哈，啊，跑多少就算多少，明天再把它追回来哦，这样子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了，那我就往徐州街去了哈，啊，35秒，好。哎，我应该要过马路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我已经这个就是把餐点交给客户了。那么我现在要往这个那个什么南洋街商圈前进哦，我要往那个南洋街商圈前进，这样那看看那边有没有单可以捡啊，哦，这样啊，今天我反正就佛系跑了哦，佛系跑，因为。因为七点半有事哦，所以一定得走，一定得走哦，一定要下线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能够自动接单哦，然后就被系统带得到处乱跑，我就是要谨慎挑单哦。所以今天我讲老实话，我能够跑到10单了，我已经很考，就会很开心了哦。假设能够跑到10单的话啦哦，那跑不到呢也没关系啦哦，明天努力吧。好啦，我要去南洋街商圈了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刚从那边骑过来的时候，看到这台停在这边哦，哇，这台很赞啊，这台哦要拿来跑外送超棒的，后面呢可以装个大箱，前面还可以装大箱，中间呢可以插2颗电池，超棒的一台车啊。不过这台啊不便宜。啊，各位朋友，这也是台北车站对面哦，我刚呢就是。骑到那个旁边哦，马上就接到那个台北车站哦 B1 的哦，那个台南豆花还是什么东西啊？哦啊，蛮近的啦。接到的时候就送到那个小儿科哈，儿童医院啦，不是小儿科。一放了就离开了这样，所以他的运费也没有很多哦，这样子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反正今天就佛系跑了哈，这样。那既然这边有接到单，那反正我就咱们再回来等个5分钟，没有我就再回到老地方去那边等哈。好的，刚刚接了一单双月哈，从青岛东哈那边送到这边来哈，这边是西门町哈，西宁南路。那么现在呢，又要再慢慢的骑回去了哦，慢慢的骑回这个老地方。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中正纪念堂旁边哦，这一单实在是太妙了，而且太爽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就是赶快来做个记录哈。刚刚呢，我就在这个台北车站哈，接到一单，然后再送到这附近来，结果呢，才刚到这附近，马上又接到一单哦，那单是杭州小笼包创始店，那很近哦，所以我就是。送了，马上就收了，这样。那现在要往这罗斯福路2段这边去跑，这样子。那不得不讲哦，
系统这样安排真的是很得我心啊，希望日后系统都是这样安排哦，收众都在附近就好了，我真的是走两步路就收到了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和平西路二段往三段的方向走哦，那我刚刚在罗斯福路那边又收到了一单啊，吉野家往这个重庆南路三段送哦，啊，我想说啊，既然都往这边送了，那我就不特别回老地方哈，因为反正也差不多，我也快要去忙了，所以我就慢慢的往这个西门町的方向走哈，看有没有机会哈，在西门町那边也接到一单哦，一两单哈这样子，啊，有接到就当捡到，没有接到哦就当丢掉了哈这样，反正也快到我要去忙的时间了，哦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刚刚想了一下哦，然后还是决定先来吃个晚饭哦，所以就来这边吃阿喜蛋包面，延平南路哦160-7号哦，之间这个蛋包面，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啊 ，CP 值超高的哈、哦。然后呢，我碰到一个超妙，我那个脚踏车我就停在这边，然后呢这一台，哦，他贴的超紧的、啊，所以我一定要先来这个录影一下，免得到时候他的车发生什么状况，他说是我的问题哦。你们看到他贴的这么紧，哦，所以他烤漆掉了不干我的事哦，我的车先停的哦。啊，各位朋友，在西门町哦，我忙完了。那我看时间还早哦，8:20几分哦，我决定再上线，看看能不能再拼个两单或三单啦、啊。这样我现在要去老地方哦，我现在要去老地方，看看能不能就是接到个两单或三单吧，因为我今天才，单来了，各位朋友，是。康拜台北汉中街，好，我要去接单了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汉口街一段哦，跟这博爱路交叉口。那刚刚我就是接到一单哦，汉中街的这个康拜哦，那就送来这附近这样。好，那所以我刚多了那一单就等于是8单哦。那我还希望哦，我能够再接两单，至少能够完成我今天的哈、哦、最低标哈、哦、10单。我打算到前面哦，那个南洋街那边去等等看哦，看能不能等到南洋街啦哦，北车啦的单这样哦，希望能够在9点前哦，再给我2单哦这样子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这个长安西路跟这个好啦，就 R2 出口这边哦，应该算 R3， 这边是 R3。啊，我跑到这边来等单了，现在是8:49哈。那我刚刚在西门町那边接了一单，所以我就算是跑到了8趟了。啊，我是希望能够再接到2趟，但是我是觉得应该希望渺茫了哈，这样在9点前哈，希望有点渺茫，因为已经8:49了。那要是在9点之前都接不到单，今天就只好下线。明天就要跑勤劳一点了，明天就要拼19趟哦，明天就要比较拼哦。本来想说，这个连续3天都各跑15趟，这样压力比较不大哦。这样，结果今天就临时有事，也没办法，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突发状况哦。这样啊。
反正就尽量了。好了，我决定不挣扎了，我决定不挣扎了。现在8:52，算了，我就直接下线了啊。那明天就拼一点吧，明天就拼个19趟吧。啊，今天跑8趟，没有办法，实在没有办法。我大概是6:40哦，那个时候我还跟大家讲说啊，我可能会到西门町去等一下单这样。结果后来呢，就经过那个阿喜蛋包面，我就决定先下线去吃蛋包面了。哦，这样，所以我等于是6:40我就已经下线，然后去吃晚餐，然后去忙，这样子，然后一路忙到刚刚8:30哦，这样子，然后才急急忙忙上线。啊，那所以有将近我看一下哈，算1.5小时吧，哈，大概约1.5小时的时间我是没有跑的哦，所以那今天就最多也是跑这样子而已，不过也就算了啦，哦，明天继续。